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是什么？第一产业指生产水生、土生等农业原始产品的行业，如农业、林业、牧业、渔业等。第二产业指对第一产业和本产业提供的产品原料进行加工的产业，如采矿业、制造业、建筑业、供应业等。第三产业指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，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、餐饮业、金融业、房地产业等。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，第二产业是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，对第一产业也有带动作用。而第三产业需要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进步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，也是为他们而服务的。